七月六日以来，凡是去过大连海洋世界海鲜股份有限公司和下属部门，或于该公司工作人员有过直接接触，去过我市两个中风险地区，干警局大连湾街道、西岗区香炉礁街道工人村社区，乘坐过地铁三号线的市民，请立即主动向社区和单位报告，尽快就近到核酸检测机构进行核酸检测。即日起，全市人员原则上实施非必要不离联，确需离联的，需持7日内核酸。